本期讲解一个最新风口零撸项目，抖音外卖公众号优惠券引流，零成本月入10万这个项目啊。除项目介绍，是大家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一些深夜放毒的美食视频，或者说是一些博主啊狂讲外卖优惠券赚了风生水起的像啊视频，并且说一顿饭才花了两三块钱，你就很疑惑他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。今天这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啊，外卖优惠券怎么赚钱啊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并且超级暴利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优惠券可以让我们实现月入十万的这个梦想。这是整套课程，包括项目的介绍及创建公众号实操啊，外卖红包链接公众号实操啊，还有抖音引流变现实操，需要用到的软件和邀请码已经放在网盘里面了啊。这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三节视频课，收益图、软件下载还有邀请码，这地方就是再打开下载就可以了。这是收益图啊，大家看看，一万啊，非常猛，8万多啊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外卖公众号，或者是优惠券引流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